2033年4月8日，夜里1点10分，这里是隶属于 X 基因科技的第7生化研究所。根据物流记录显示，这里是引发 Z 型传染病的药剂样品发货地。现在，这里是一片狼藉，人员应该已经全部撤离了。但愿我能找到一些线索。什么声音？前面好黑，希望不要遇到可怕的东西。该死，这门打不开。紧急通知，全体人员请注意，未知病毒传染性较强，为减少扩散，请做好防护，不要惊慌，所有人员有序前往撤离点，等待撤离。天哪，这是什么鬼地方？妈的，到处咬人，他们没救了，只有砸烂脑袋才能真正的杀掉他们。现在一定要抓着脑袋打，一个也不要放过。紧急通知，全体人员请注意，未知病毒传染性较强，为减少扩散，请做好防护，不要惊慌，所有人员有序前往撤离点，等待撤离。门被锁了，看来得先找到门卡才行。这是什么东西？人会变成这样吗？紧急通知，全体人员请注意，未知病毒传染性较强，为减少扩散，请做好防护，不要惊慌，所有人员有序前往撤离点，等待撤离。不管怎么样，我一定要小心。这里到处都是变异的人，千万不能被他们传染。
紧急通知，全体人员请注意，未知病毒传染性较强，为减少扩散，请做好防护，不要惊慌，所有人员有序前往撤离点，等待撤离。紧急通知，全体人员请注意，未知病毒传染性较强，为减少扩散，请做好防护，不要惊慌，所有人员有序前往撤离，被锁了，等待撤离。紧急通知，全体人员请注意，未知病毒传染性较强，为减少扩散，请做好防护，不要惊慌，所有人员有序前往撤离点，等待撤离。太棒了！我应该回头吗？还是坚持？
紧急通知，全体人员请注意，未知病毒传染性较强，为减少扩散，请做好防护，不要惊慌，所有人员有序前往撤离点。再来，叫你脑袋开花！长长姐的厉害！真倒霉，门被锁了。该死，这门打不开。怎么回事？我得进去看看。门被锁了。丑八怪，
我可不要变成这样的怪物。朱恩博士果然来过这里。你们这些可怜的家伙，
为什么会变成这样？可怜的家伙，真倒霉，门被锁了。各部门注意，我们将在已经撤离的区域部署感应地雷，请不要靠近。终于找到子弹了。再见。起来了。
我可不要变成这样的怪物。长长姐的厉害。再来，要你脑袋开挂。该死，这门打不开。下地狱吧！紧急通知，全体人员请注意，未知病毒传染性较强，为减少扩散，请做好防护，不要惊慌，所有人员有序前往撤离。
再来呀。这些该死的坏蛋，丑八怪，you
不起，我来晚了。太好了。Thank you.